信经，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孕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，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自死者中复活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，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儿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罪过的赦免，肉身的复活，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为何要念信经？这一份信经不仅是弥撒礼仪的一部分，它是检查反省我们自身信仰的标准。信经 Credit 是从拉丁字 Credo 来的，就是我们所相信的。重点一个是强调我们内心阶层相信这些，杀我我也要信，而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应该是，我之所以这样信，且信得很虔诚很正确，是因为我信得对。信经 Credit Credo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。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孕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，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自死者中复活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，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儿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罪过的赦免。诸圣相通公指教会成员，包括活人和死人，不包括受诅咒的人，都会为了其他人而做出贡献，并因此受益。
肉身的复活，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阿们的意思是愿意接受。当我们说阿们时，表示愿意接受那传给我们的信仰，使我们也成为这信仰的见证人。